节流法业股份有限公司铸造厂，阀门龙头，打造不同领域的铸造厂。节流阀业是台湾碟阀领导品牌，服务全球客户阀门市场已将近40年，是解决流体控制阀的专家。随着阀门市场扩大及销量增加，节流打造环保绿能的铸造厂。我们共同的理念是为稳定铸件来源，维持铸件品质及物料供货速度，因此节流将成为国际铸造厂的领导品牌，与您共同迎向未来。历史沿革2014年，节流阀业观音厂房用地考察，并拥揽资深数十年铸造专业技术主管及顾问。2015年，节流阀业观音厂房新建工程开工动土典礼，打造第一厂区及第二厂区。2016年，引进日本及德国最新技术真空B阀铸造技术，因应全球化购入最新型的生产铸件大型机台，并成立铸造厂筹备小组及规划专业技术人才。2017年，整顿铸造厂及机台测试。2017年，工厂登记核准。技术导入，台湾铸造厂领导品牌。铸造厂是阀门制造商的骨干，获得优质铸件，可让阀门更精细。节流更引进德国及日本最先进铸造技术，真空B阀铸造，落实环保生产、绿能铸造，渗进绿色环保社会责任。真空B阀铸造是负压浇铸铸件，砂眼气孔小，产品密实度高，表面光洁，轮廓清晰，尺寸准确。与传统铸造最大的区别是在造模过程，用砂子形成模屑时，不需要使用任何化学粘结剂，并能使干砂反复利用，不用烘型，耗煤减少，也减少大量粉尘。在浇铸过程中不会产生有害气体，干砂回收率可达95%以上，真正实现环保生产。专业经营，一条龙服务生产体系。节流打造一个专业铸造生产链，可以更方便、更持续地供应所需的铸件。铸造设备配备齐全，维护良好，可达到优质铸件。高品质铸件制造工序：造模、浇铸、后处理、品质控管。坚持品质，严格把关。我们建立品质管理系统，导入各种可靠度验证方法，确保产品品质与可靠度，并致力于服务国内外市场需求，产品品质稳定可靠，不断推陈出新。不仅可提供各式铸件，更可依照客户工况需求提供客制化服务，并带领节流阀业成为全球铸造厂的领导品牌。展望未来，无限希望。节流阀业秉持着顾客满意、注重安全、研究创新的核心价值，更让我们深受客户信赖，精进创新、专注一致的态度，让我们在专业技术超越同业，领先群伦。流体控制系统专家，节流阀业。